利落的跳上平衡木，在上头跳跃，接着展现后空翻、前空翻动作，稳稳落地，表现优雅又不失稳定度。她是屏东体操女孩林怡珍，征战新加坡竞技体操公开赛，替台湾顺利抱回三金。跳马项目同样表现精湛，冲刺之后流畅翻滚落地，赢得全场喝彩。这一跳为自己摘下第二面个人金牌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加坡公开赛，上场前很紧张，是比预期还好的成绩。虽然表现还不是最好，但下周的亚锦赛我会再继续加油。在海外夺得荣耀，收获满满，但他坦言行前状况并不算太好。教练也透露，一度因为士气提不太起来，念了他几句，没想到战术奏效，念出了两面单项金牌。土生土长的屏东孩子远赴新加坡参赛，传回捷报，县长周春米也送上祝福。谢谢怡珍全力以赴，这面金牌对屏东的体操迈向国际非常重要。搭机返台之后，紧接着六月中还有一场世锦赛，带着三金后光环的林怡珍要继续发光发热，为台湾争光。